食水門雞飯的朋友有福了，因為他開了間商場版，現在就不用意思了，這等了。比起舊鋪呢，商場鋪就貴少少，一個雞飯呢 around 貴20匹左右啦，不過都抵比價，因為可以涼住冷氣咁等，而且環境仲乾淨啲添。唔知呢間商場鋪同平時我食開嗰間有咩分別呢？等試下先。个饭鸡肉味都好重，等我试埋个鸡先。比我想象中嫩啊！个皮咧都炸得好香脆，同埋冇乜油腥味添。